事情是这样子的，就在昨天的晚上，粉丝发给我了一段视频，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一段视频，我已经提前看过了。根据这名粉丝的描述，眼前的这名孙尚香发出的攻击显示的伤害数据与实际掉的血量严重不符，以至于对面满血的人员被孙尚香2000多的伤害直接打死。没看视频之前，我是有些不信的，这要么是除非开了外挂，要么是系统的 bug。 不过看完了这个视频，我信了，并且让我深深的震惊，这不单单是伤害不对啊。接下来我也不给你嘟嘟囔囔逼逼赖赖了，直接下实战。其实比赛到达中期的时候，我看着还是挺正常的，孙尚香的伤害显示的数字与对面实际掉的血量还是差不多的，以至于这一期的视频我都不想看了。但是粉丝一再而再的给我打起了保票，说这个孙尚香绝对不正常，那么我也给他一个面子。非常无奈的看完了这局比赛，我就这样看呀看，直到时间过去